家好，欢迎收看周一的新闻大家谈，我是扶摇。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政经分析师秦鹏。秦鹏先生好。扶摇你好，小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们线上邀请到的是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小旭博士。小旭博士好。扶摇好，秦鹏好，观众朋友们好。好的，欢迎两位，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大陆四亿人染疫身亡，最终会死五亿人，法轮功创始人开始天机。中共改死亡数据无效，江西官方泄露大秘密，解封瓦解了社会阶层，中国处于大革命的前夜。在刚过去的周六1月14号，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亚辉在会上称，2022年12月8号到2023年1月12号36天之内，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医院的中共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达59938例。中共把最近一个月感染死亡的人数从原本不到40例改成近6万例，似乎是做出了相当大的舆论让步。不过外界仍然不相信。BBC 和彭博社都表示，中国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是更高的。路透社的资深记者斯内贝海指出，中共称上个月在医院有6万人死于 COVID， 这比过去3年官方数据记录的5000人死亡猛增了10倍，但依然是全球最低死亡比率之一，甚至只有小小瑞士的1/3。中国民间流传出的视频、图片、文字记录显示，家破人亡的惨剧每天都在密集上演。有网友说，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题，2021年全年死亡1014万人，平均到每天也就是2.77万人，按照数据中的大约一个月6万人感染去世，平均到每天也就是2000人左右。如果把这每天因为新冠而去世的人分配到各个城市当中，每个城市最多几10人，又怎么会导致殡仪馆、火葬场爆满的景象呢？我们可以看看民间流传的视频。开始的时候是我的爱人的爸爸先去世了，在12月14号那天，接着就是我父亲是12月19号，然后当天的话我爱人的姑父也去世了，他和我父亲走是同一天，接下来是我一个亲人的奶奶也去世了，也是我身边的人，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奶奶也去世了。疫情放开以后，就是8天就身边的5位亲人就走了。锦州市附属，我搁这停2个小时啊，2个小时内这殡仪馆车一共拉走了8个。哎呀，2个小时拉走8个，一会儿找个生小孩的地方，我看看2个小时能不出来几个，这样太快了。你找着了，这年轻的，这都是长着粪瘤的，你看那架子上，啊！哎呦我操！啊，地下，嗯、啊，这等着排排呢，这半夜了。哎呦我操！这就是凡上院就祭典这屋的都是。哎呦我操！太残忍了。啊，这都排着往外地粪瘤呢，现在全是啊。很无奈的是，在质疑的声浪中，谁也拿不到中国疫情的准确数据。为了进一步掩盖，中共已经放弃统计相关的数据了，并且还禁止在病例报告上写上新冠。1月15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揭示说，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
李大师说，上次 SARS 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二胎制、三胎制。好，小旭博士，您刚才听到这个已经死了4亿人的时候，有什么感触啊？您是不是也感到很惊讶呢？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数字的话，其实对于公共卫生界的人来说，当然是震惊，因为历史上，各个大的疫情的话，就算是席卷欧洲的这个黑死病啊等等，也没有达到这样一个规模，对吧？那么另外呢，就是上个世纪初的这个西班牙大流感也没有达到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死亡的疫情。那么中国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过去几年里面，其实中国一直给普通的老百姓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制造了一个假象，他们一直强调他们的清零取得了多么伟大的这个成绩，所以很多人一直以为就是不管是中共的这个政策这个清零政策多么的极端，至少把这个死亡人数控制在很低的水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不知不觉人们相信了。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放开以后大面积的人死亡，很多人是有直观的感受的。那么很多人反过来他会去想，原来的那个极端的风控好像也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想法也落入了这个中共的骗局之中。实际上呢，这个数字应该是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这个不是10倍、100倍的这个差别。实际上，我们看一个数字这个也是中国民政局，民政局在2021年的时候曾经公布中共就是在2021年一整年火化的这个尸体的数字，当时这个数字就达到了1460万。1460万大家知道中共就是在差不多2018年到2021年，他估计年平均死亡差不多也就是1000万，但实际上民政局公布的数据跟中共政府公布的这个死亡的数据，这里面光这个数字就差了460万左右。那么这里面呢，因为都是考虑的是火化的数据，对不对？那么还有很多人是土葬啊，或者是掩埋啦、等等，对吧？那中国自己官方估计的这个火化率差不多是47%到59%，这是过去2010年到2020年10年之间的数据。我们取一个平均值，差不多是55%这样来看。按照55%算的话，那么这个2021年的死亡的人数就超过了2000万。所以这里面就是光2021年超额的死亡数字，按照官方的数据去算的话，就已经超过了就已经至少1000万。所以大家想想，这个过程中中共有多少骗局，对不对？那就像武汉这个当时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人们都不相信官方的这个数字，你要后来从官方发放的这个骨灰盒的数据，这还是官方的数据里面，就说至少武汉的数据也是这个远低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其实中国老百姓首先我觉得要抛弃第一个错误的迷失，就是所谓的过去的清零还是控制了死亡的人数，这个是错误的。那么现在这个放开以后真实的死亡的数字呢，我觉得也要从几个方面去看。第一个，到底的感染实际人数有多少，对吧？那么如果按照马晶晶这个北京这边这个国家研究这个发展研究院的马晶晶等人所做的估计的话，那么按照就是全国假设是14亿人口，这个人口数字还有争议，那按照这个规模去算的话，中国有64%的人应该接近感染，也就是9亿人感染。那么9亿人感染，按照这个北京医院的医生的这个估计，这是将近10%的重症率。那如果按照上海个别医生的这个重症率的估计的话，实际上有可以达到30%的重症率，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重症率。那么其中的死亡率是多少呢？我们现在没办法估计，假设也是1/10的话，那么这里面你就可能牵扯到就是9000万人，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估计的数字，当然会就是因各地会差异很大，但是这个数字本身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那么如果从这个焚化的尸体的数据来看的话呢，中国按照官方的就是数据的话呢，就全国范围大概有6600的这个焚化炉。如果按照一个研究院这个前瞻研究院，他们就是产业研究院他们做的报告，大概是有6444个焚化炉。
那么按照现在这个超额就是超负荷运转的这个情况来算，就是这个焚化炉都是每天二十小时不停的运作，假设45分钟烧一具尸体哈，那么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是一个多尸体同时烧啊，这个是这种情况，我们假设不发生的话，假设就是一个格子一个尸体这样烧，每个尸体烧45分钟的算，那么一个焚化炉一天也可以烧32个，那么按照这样的规模烧一个月的话，那么按全国范围去算的话，这里面就有600多万。啊，那这个就是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在考虑到就是，这个焚化率是55%的话，所以这里面就已经1000多万，那扣去每个月正常死亡80多万人全国的数据，这也超过数字也是超过1000万，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死亡的这个现状应该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人们。也在这一些方面也应该抛弃就是对现在中国数据还有任何的幻想，就是过去3年的数里面其实中共不管是清零前后都是一直在撒谎的，整个死亡的人数是一直在撒谎的，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更加严重，只不过现在因为是一个比较集中的爆发的时间段，所以人们会有更多的切身的感受，就是周边很多的这个亲人的死去啊，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这个死去的话，那么你会另外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医院里面的爆满，以及这个殡葬业的这个爆满啊，这个火葬场前面排队啊等等，人们就是即使是死亡了以后还要排队，得不到及时的这个火化啊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更直观的感受，所以人们会就是说觉得哎，现在这个情况比以前严重的多，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过去3年里面很多地方的死亡，特别是很多贫困地区的乡村的地方，人们上网不是很方便的地方，死亡的人数也是严重低估的，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李大师给大家揭示这一个真相，其实是启迪中国人要真正的去努力去了解真相，而不是被中共方方面面的谎言所欺骗。非常感谢小旭博士。那么小旭博士刚才是从这个中共已经公布出来的这些数据来看，其实就已经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这个病毒的感染率以及死亡率都是相当的高。小旭博士，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从这个专业的病毒学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中共的这个疫情数据接下来还会存在哪些疑点，人们要怎么去关注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呢？因为中共现在官方的数据真的是没办法相信，因为你就算说现在中共官方的这个数据说突然间暴涨了，是被告诉你有这个6万人死亡哈，咱们就算按照专业的数据去看 ，OK， 假如说我现在跟香港的数据进行比较，对吧？大家知道这个2022年香港的时候也有一个高峰，这个是 Omicron 出来一个高峰出来，差不多香港死了11000这样的一个人数，那么它的死亡率是0.45%那么。就按照香港这个数字来算，光光北京在过去一个多月里面的这个时间，就是所谓的12月初开放以后，这个时间里面的死亡人数也会超过7万。就是按照0.45%这样的一个死亡率去算的话，也都超过了。所以现在官方说估计全国范围6万，所以这个数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所以我觉得在今后中共还会再继续的编造数据只不过现在这个6万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连世界卫生组织过去帮中共圆谎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都没办法相信，对吧？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情况非常感谢小旭博士，我们的信号稍后再连一下。我们看到此前李大师其实在理性一文中还提到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而且李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这次呢，李大师更是直接道出中国的疫情死亡人数，并且预言说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那我想问一下秦鹏先生，就是说这些话都是不得不让人去思考这个疫情和人类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以及是和每个人的关系。可能呢，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思考已经超出了病毒学、实证科学的这个层面和范围，那您怎样理解李大师的话呢？我妈妈其实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是蛮有哲理性的，就是说她呢，她说人就是你，当你吃了亏、吃了苦的话，你得明白为什么吃这个苦。那我觉得像这个经历过3年的这样的中共的这种瘟疫的处置，大家其实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苦，
我们这个现在的经济衰落也好，还是说是这种看到身边的亲人大批的这样死亡，你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因为你细细的去看，中共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这个掩盖，对吧？虐杀这种李文亮，然后的后来传遍全球，但后来进一步的撒谎甩锅，到今天的话呢，就是完全躺平式的这种处置，这种防疫，对吧？还有呢，我们看到最新的是采购这个辉瑞的那个药 Paxlovid 的时候的话呢，中共说太贵了，买不起，对吧？所以不买了。那么同时呢，这个那些官员们、那些军队的人，他们是有的。所以2020年的9月8号的时候，习近平讲了说，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对吧？所以你就应该想一想说，你作为我们说每一个中国人来讲，你到底算不算中共眼里边的人民？就说你其实可能只是一个数字，或者只是一个器官，只是一个人矿，只是一个韭菜，对吧？只是在需要这个宪法或者需要用你的时候，挑逗你去对外所去干事的时候的话，他把说你是人民。但是真正在中共处置任何这种问题的时候，开始享受福利的时候，对不起，你不是人民。那么党的这些人，赵家人才是人民。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在刚刚过去的1月13号，北京市卫健委的话在干什么呢？在去这个搞内部清工表彰会。没错，这个我们稍后也会具体说到，这个真的是让人很多人很气愤啊。对，很多人很气愤，就是说，所以你实际上就是在白骨堆上去跳舞。所以中共的话，这三年，甚至你再倒回去想一想的话，70多年一直如此。所以李承鹏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其实这个2019年到2022年，这是一年，对吧？你1949年到2022年，这还是一年，就说你实际上在中共的统治下，一直是属于草菅人命，完全不把你当回事儿。是，所以我觉得你吃了这个苦，吃了刀的这个罪，应该明白为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重要的是，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邪恶这么一个东西，它的欺骗我们，让我们去不断的去给他付出的同时，却把我们的生命的话完全不当一回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讲，应该去回归什么，应该去认清什么，这个是我认为每一个人应该去思考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中国人，你全世界人都在思考。大家也看到这几年的这个非常清晰的，全世界人都在去区分说，中国共产党那就是一个世界的民主的敌人，这是大家非常认清楚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这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变化。但是大家这个苦这个亏没有白吃，这是一个我的这种理解，对吧？那么另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人到底为什么，对吧？有那么一个这种非常天问式的三个问题，对吧？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就是你为什么要去活着？为什么你到底为什么是这么做？其实这次很多人，包括西方的很多朋友，他们也都是在思考这次疫情带给人的一个对于生命的反思。就是说，很多人好像是更注重自己的家庭生活了，更去就是说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对，所以我看看，就这一次的话，看的好相当多的中国人也在思考。而且这些年其实中国人也好，全世界人也在思考，对吧？就过去大家可能是就是一个这种经济高涨的时期，没错，大家都在去想着呢这种纸醉金迷，怎么去想着这种物质的享乐、肉体的享乐。可是经历过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苦难的之后的话，人其实你应该想的，人如果只是这种物质享乐、肉体的享乐，那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所以呢，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这种原因，是因为人是有灵魂的，是有这样道德追求的，对吧？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那我们应该去选择、去想象的话，我们应该是为什么去活着。那么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话呢，认识到说，其实恐怕我们人是有灵魂的，对吧？人也是有这种归宿的。那么按照中国传统上的这个价值观，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大家都认识到说，人实际上应该是光明的去活着，有道德的去选择去活着。这样的话呢，才可能你说是有天堂也好，有什么有灵魂也好的话，那你可能是回归你的生命真正来源的地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种考虑的东西。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更多的人的话也应该去选择。而且呢，你要回归到就是说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你就会发现
它和世界文化也是一样的，就他认为呢，瘟疫、战争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灾祸，对吧？它其实是和人的道德连在一起的，没错。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种文化的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我们应该是不是就是应该去回归这种道德，回归对神的这种信仰，对吧？你可以，当然你可以说是无神论，但没关系，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没有道德的去活着，然后的话，你比如说你帮了中共去作恶，甚至再去傻乎乎的还帮了中共去骗人，或者是去相信他的谎言，那么这三年的这种我们说痛苦，那就白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在这个瘟疫当中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其实有几个现象，特别是这一波的这个躺平之后，我是有一些问题。其实纯粹从逻辑学上，从科学角度来讲，根本也是不通的。好，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传播这么快？你可以说是中共贩毒，你可以说是其他的原因，对吧？但是呢，你解释不了，如果是奥密克戎这种哪怕是最快的速度，因为它是就是说 R0 等于6，对吧？10%，然后呢，最快的是长安21个人，对吧？但是即使按照这个速度的话，中国也不应该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传了9亿人，所以这个是解释不通的。第二个解释不通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会死亡？这个是为什么多那么多的中共的这些高官，那么多的这些看起来这种待遇非常好的人，他们会死亡？所以我就是再去想那个李大师再去讲说，他是瘟疫是有目的的，有选择性的，对吧？这个实际上按照世界各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他也是这么去讲的，就说人他是针对的某一些特定的人，就像大瘟疫是有眼睛的，那我们也看到他可能就淘汰这些人的。就说你看看奥密克戎在全世界都是相对是轻症的，甚至呢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疫苗不行，可是全中共远给世界很多贫穷国家也远注了这个疫苗，是，但人家就没事，就包括很多非洲的国家都打了中国的疫苗，很奇怪，所以这些问题也解释不通。所以我自己能够想通的东西方就是什么呢？他中共这些病毒它可能就是淘汰中共来的，对吧？当然也有一些人的话，可能大家觉得是好人，但是他可能就是吃了中共的这种欺骗，或者他的这种躺平式的处置的这种瓜烙了，对吧？是跟着他去倒了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的话，那同样的我们可能要去思考，对吧？去怎么去摆脱中共，怎么去根子上去抛弃中共这样的一个真正的骗人的邪教，骗人的这样的一个犯罪集团。这个我觉得其实是通过这么三年的我们说抗疫的这种中共的表现，各种各样的这种事实，这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你愿意去回归神的信仰，你还是说愿意呢回归的人呢有道德的去活着，还是说继续的话呢跟着中共去这种声色犬马去物质利欲的去活着，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应该去思考和选择的问题。好，非常感谢金鹏先生。小徐博士有没有什么稍微补充一下？我觉得现在这个历史阶段其实确实是人们进行深刻反思的一个时代这么大的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流传，给各个国家的人民都带来很大的灾难。那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疫情？为什么人类社会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吧，觉得自己的整个生物科技医学啊都发展得非常的快，但是为什么这样的疫情来的时候人类社会仍然挡不住，对吧？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应该有一个深刻的反思。那另外呢，就是人们对于这些这个病毒啊，对于这些病原体的这个理解其实过去两三年里面我觉得人们也应该能够看得到，我们对病毒这些方面的理解是非常非常局限的。就连病毒如何起来的，以及病毒如何一波又一波的在全球不同地方的出现，其实根本就没办法预测，也没办法能够把握它的规律。虽然人类采取了一些措施和手段包括疫苗啊，包括开发一些药物啊等等，但是实际上这个病毒根本就是远远在
可以说在智慧上超过了人们，对吧？所以他在不同地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能够有免疫逃逸的、免疫突破的这种新的病毒株啊，人们其实在追着病毒跑，而不是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病毒。看起来表面上人们推出了这个疫苗好像控制了，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这个新变种的病毒都是具有很强的免疫逃逸的功能。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人们一直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被动但是很多人却会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觉得这个一定程度上就是不仅仅是中共有这个人定胜天的思想，很多的科学界的人公共卫生学家的人也都以为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但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那包括这次中国疫情的传播，我觉得所有过去的这些这个流行病学的很多的这个模型啊，专家做了很多数字模型去分析，其实都不太对。而我觉得更直观的，大家如果用常识去理解的话，这个就有点像这个比如说每年流感的这个病毒的这个传播，实际上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对于流感的传播你去考虑不同的地方去用封控的措施呢？它有没有局限在一个地区呢？它就像是一个全球性的浪潮，对吧？该来的时候它就来了。那么在中国现在发生的疫情，其实我也把它形容成是一个就是在这个病毒层面的一个大风暴，或者说一个大的沙尘暴，只不过这个颗粒不是 PM2.5， 它更微观在纳米级别的病毒颗粒这个级别的一个大的这个沙尘暴。那么它覆盖的面也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而是比如说全中国范围的一个大风暴下来。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常规的人的这个防疫是很难挡得过去的。所以就是实际上人们根本不知道这样的灾难有多大。那如果说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淘汰的一个阶段的话，有多少人会遭难，其实人们心里也不清楚。中国历史上比如说你这个元末明末，当时朝代的灭亡之前都有很严重的鼠疫的这个出现，对吧？全国范围也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好像大疫之后也面临着这个朝代的更替那么这个欧洲也是黑死病出来以后，整个欧洲的政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类应该想想，也许是天象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大的疫情的流行，大规模死亡的出现，一定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同时也对应的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些政权的这个必须淘汰。所以我觉得人们应该换一些角度来理解这个大规模的疫情。好的，那么另外呢，按照卫健司医政司司长的这个焦雅辉，他在周六说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疫情峰值在12月23号就过去了，但是这个说法不是太符合其他多方的推测。有的专家就说中国的疫情高峰会持续2到3个月。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您的判断是什么样呢？实际上他的这个预估的话，远远的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过于乐观。实际上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国的这个疫情实际上是多种高峰的这个重叠。就是过去很多地方有这个疫情的话，大家知道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每一波之间往往会隔几个月的时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流行。但是中国这一次不一样，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大面积的传播，它使得就是病毒之间出现就是各种不同变种的这个高峰的重叠，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最后呈现出来很可能是在一个比较高峰的一个阶段，一个持续的平台化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它的模型是怎么出来，这个卫健委这个模型是怎么算的，还是只是我为了官方的这个论调，因为官方希望所谓的阴阳尽阳尽快达到高峰，整个社会这个就马上进入这个恢复经济的这么一个阶段。如果只是为了这个政治目的做出这样的预测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悲的。中国现在各个地方医院的情况、火葬场的情况都表明，现在很多地方的这个感染的高峰还没有达到，那很多地方的重症乃至死亡的高峰更是没有达到。所以我觉得现在做出所谓的这个高峰期已经过了这样的这个预测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是非常感谢两位现在的分析。我们看到现在中共呢，就是说有很多的事情是让人对他非常反感，比如说就像刚才秦鹏先生提到的中国各地的医疗系统，这个丧葬业是纷纷的告急。但是中共那边在1月13号北京疾控中心召开了3年疫情防控表彰大会，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报道，报道的页面甚至是大放烟花庆祝，报道声称他们3年抗疫不辱使命，满载荣誉，为了全市疫情防控整体性胜利做出了贡献等等，满篇呢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但是只字不提疫情海啸和染疫病亡的情况。中国网民看了就非常气愤，有人留言谴责北京的这个疾控部门是良心被狗吃了，也有人说看来北京市已经完成阴阳尽阳，阴尽因死尽死的这个目标，他们庆贺自己解决了人口老龄化的世界性难题。因为是骂声一片，目前这篇文章下面的跟帖已经是全被删了。我想问一下秦鹏先生啊，就是说您觉得为什么在当下人们这么关心每个民生家庭，就是说产生了这么多的悲剧，这个情况之下中共还要这样就是大肆的宣传所谓的抗疫胜利表彰大会，似乎是没有任何同理心呢？对，我们看网友的话就在讲说，中共这样做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在白骨堆上跳舞。那我看到就是赵德阳那个秘书鲍彤的女儿叫鲍简，她在1月13号在推特上也发了一个帖子说，这个北京一个月死了几十万人，是政府还敲锣打鼓开表彰会，简直不要脸了，对吧？一个月不到，身边朋友或亲人。走了17个人，这在我一生中前所未见，莫不是又赶上千年一遇的事？北京你怎么向市民交代一个月之内90%感染病毒的魔鬼速度？从一开始的95%无症状，到现在90%有症状且10%重症，确实就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真的是让所有的人是目瞪口呆。所以下面的话我们看到也几乎全部是在去骂他们的。是。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代表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场瘟疫，这场人为的这种灾难，因为你要就根本不是天灾，对吧？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的这个实验室跑出来的病毒，你不管是你故意放出来的，还是说你无意你管理不善泄露出来的，反正是你干的，对吧？所以中共的话呢才会不敢去公布这些数字，不敢去做这样的一个让国际社会去调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看到他还是要去表彰自己。为什么会表彰的话呢？因为中共他就是靠着撒谎，靠着说不断的鼓吹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来去稳固政权的。如果他不表彰自己了，那么代表着呢过去的3年他全错了。这实际上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他一旦错了之后来讲，那么所有的中国人他也会去倒过来去指责他，然后去挖开更多的中共的那种黑暗历史。是。所以的话呢，中共的特点就是当我错了的时候，我宁愿去干更多的坏事，保证我这个谎言能够圆下去。就跟我们说中共在1959年到1961年，当时是有一个大饥荒，对吧？在风调雨顺的前所未有的风调雨顺的那个年景里边，中国的话呢，因为中共的这种横征暴敛，因为中共的这样的这种所谓大跃进等亩产这种几千斤上万斤，最后呢把这些粮食都给收走了，而同时又不给出口了，或者呢藏起来不给你老百姓，死了那么多人。这种情况下的话，中共呢怎么办呢？他是有一个搞了一次庐山会议，想去所谓的纠正，那是1958年，对吧？后来呢中共发现不好，如果那么做的话，那么我要承担责任的。那么怎么办呢？把这个想讲真话的就是彭德怀打倒，同时呢继续让大家去吹牛，吹得更高。所谓的放卫星嘛，对吧？放卫星的结果是死了就更多的人。但那个时候的话，那就更多的这些官员就得到了表彰，什么包括当时的四川省的那个叫李景泉，那是鱼米之乡。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中共他就是要通过更多的恶来去所谓的表，去完成他的白骨堆上跳舞的这么一种壮举。是，非常感谢秦鹏先生。小薛博士，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死了这么多人，那是不是死一个人其实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能不能请您用1分钟的时间稍微回答一下？你说是死一亿人就解决问题？死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OK， 好。
我觉得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它实际上是整个体制的问题。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啊，北京开的庆功会，那参加这些会议的人难道不知道这你是在这个为魔鬼涂脂抹粉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北京正在发生的这个大灾难吗？所以这些人一定程度上你去捧场，实际上也是助纣为虐，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整个体制造成的，很多人是被逼迫的，很多人可能是心甘情愿的，很多人是不知不觉也在为他涂脂抹粉。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是应该有更大范围的民众的觉醒，看清楚中共这个过去几十年里面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的灾难，彻底的认识这一点，才会不会跟他陪葬。好的，那么另外一件引发舆论热议的事情，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中共的这个退休养老金机制和这个有关系。日前呢，江西省鹰潭市的微信公众号鹰潭社保发文称，2023年1月全市退休人员养老金已经发放了。文章有几个点呢，值得是注意。第一个呢，是原本发放这个养老金的时间正好赶上过年长假的时候，所以呢，所谓的社会关切，也就是说问的人很多，大家担心不知道这个发放的时间是不是会延期呢，所以说当局就发了这份通告，说为了保障退休人员能够欢度春节这个节日，所谓的中国新年，那么现在要通知大家该发的都已经提前发了。那这是不是说明其实很多人如果说拿不到这个月的养老金，他们就很有可能连年都过不好呢？也就是说十分的需要这一笔钱。第二点，是为了提前几天发这个养老金，文章说鹰潭当局啊，他们是协调筹措资金，意思是想尽了办法才筹集到了这些钱。第三点，也就是讨论最多的养老金的发放额度的问题，通知说当局为了7.55万名这个企业退休人员发放17885万元，为1.36万名的这个机关退休人员发放6909万元，为13.78万名的城乡居保退休人员发放2854万元，这个差别是非常的大，而且这个数据其实是捅破了中共一直在小心糊着的一个窗户纸。那么有人就算了一下，这个机关退休的人员他平均每个月的养老金是5080元，然后企业退休人员呢是2368元，然后城乡居保退休的人员是207元。所以说这短短的这一张通知啊，其实是信息量满满的。但是在舆论关注之后呢，当局就把这个文章给删除了，就是说大家质疑声非常多。所以说秦鹏先生，您是不是也注意到这几点？您的观察是什么？对，这段时间其实我非常关注，也实际上非常忧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人很多人都特别想过年，对吧？这个年怎么过过来？因为经过了这3年的中共的这种折腾、封城的，包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就做法，那么好相当多的人实际上是失业了，或者破产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怎么活过来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你不敢细思极恐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有一批人他实际上是有这种养老金的，对吧？那么一看到的话呢，就是这些机关人员实际上是很多的，对吧？他可能是还有那些企业人员、城乡人员。但是呢，你要比较起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网友做了一个这种简单的框算，对吧？他说一个婆罗门等于2个吠舍，等于25个首陀罗，等于40个贱民。就是中共的话呢，一直实际上都是在去实施这种3-6-9等。中国的这种养老金其实就是一个庞氏骗局。那么机关的人员事实上是不缴纳养老金的，但是呢，这些养老金它怎么来呢？实际上是你其他的企业或者其他年轻人们交纳的这些钱，然后给你中共的这些官员们，或者是这些国有企业。大家如果把这个企业的退休人员说2368平均每个人，你如果是去进一步拆分一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话，你还会发现更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国有企业可能远高于这个民营企业，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是什么呢？让这些年轻人的话呢，就是和企业普通人给这些官员们给他们去缴纳，相当于他给他们发钱。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大家就是典型的在去割这个韭菜，人矿嘛，就去榨取你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价值。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东西。你算下来说，一个退休的机关的人员的话，他的养老金相当于41个农民伯伯的月养老金的总和，
这个是个很可怕的一个数字。是啊，但是同时我也查到了呢，就是说是台湾的退休金，农民的退休金是多少钱呢？能拿到8000人民币。他在65岁的时候，台湾是要求必须退休的。哦，一次性补贴这个20万，每月领5万，当然它是指台币，对吧？那么你算下来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去缴纳这个退休金，然后你是每月45岁，你开始缴交满20年，农民每月只需缴93台币，就相当于人民币的话，大概是20块钱。嗯啊，然后呢，到了这个65岁的时候，你每月可以就收到是5500，当然有交的更多，可能有更高一点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看到说中共的是在去刻意性的让去剥盘剥农民，盘剥这些企业的人，盘剥年轻人。所以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养老金，它实际上这个庞氏骗局总是要破的嘛。是。所以中共官方的话说法是到2035年，这个整个养老金会严重的亏空，是根本发不出来的。嗯。其实要不了那么长时间。因为相当多的人破产，相当多人不太会去缴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很快我觉得就会爆发出来这个养老金危机。所以而你造成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普通的人那么辛苦的工作，有太多的吸血鬼了，而吸血鬼的主要主体就是中共的这些官员和这些我们说所谓的国企等等这些特权人士，他才导致了中国人那么穷，中国人那么苦。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共在体制之内，他也是把这个退休人员和普通民众做了很大的一个区分，就是说，好像现在不管是国内外，大家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对，所以他其实包括现在的这些体制内的人，他和这些就是说已经退休的人差别待遇其实也是非常大。对呀。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让就是我们说，在体制内的就说退休的那些人实际上也是非常不满的，这也是中共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才不管你说怎么样的，他只管他自己生活得很好，所以这些官员们他生活得很好就行，其他的你说退休了或啥来讲都是人矿，在党眼里边你都是这种矿渣的，就属于用过了就用过了。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就跟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放开防疫，然后应阳尽阳，应死尽死，就是他这个做法来讲，你被我榨取完了，那就该抛弃就抛弃，哪怕你是官员，包括退休的官员，同样的抛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相当多的官员，这个级别不够。你比如说在北京，你是个少将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级别，你没有这种特殊的病房，你可能也得排队。甚至来讲的话，你不到部级，对吧？你可能这个副部或者是这个更厅级，在北京你也是可能得去排队，甚至的话呢，拿那个裹尸袋一裹，你没有那个纸棺材。这次这个权和利在疫情当中是体现的非常的暴露的非常明显，所以我们看到也有网上的人在去观察到说，这次的这种人为的灾难放平性的，实际上是瓦解了中国的原来的社会阶层，就高墙大院里边的这些中共的官员退休的老干部，也在这个过程中是相当遭受了非常沉重的打击。他们和原来的这个我们说在他们来看的非赵家人或者是劣等民众也是一个待遇。还有呢，中共的这些富豪们，过去这也属于这种像一定特殊阶层的，对吧？同样的你也是个倒霉蛋，对吧？中共的话当全面的放开之后来讲，你所有的人实际上都是一个受害者，甚至呢我们说中共的最高层的什么政治局或啥的，他们有的也染疫了，也遭那个罪。但是呢，党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牺牲任何人的。好的，小旭博士，我再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在党内他也分开了中共这个阶层，然后党和普通的这个民众的这个区分。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这边呢，众议院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叫做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然后区分这个中共和中国人这样的一个区分，而且这个现在在国际上是非常普遍接受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但是有观点认为这样的意义并不大，因为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然后人民在政治上是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去牵制中共的，然后也是无法摆脱这个国家机器的。我知道您也是这个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机委员会的委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请您用1分钟的时间，谢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委员会，而且呢，我代表了美国整体，整个社会，包括两党，
对中共的本质的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啊，一定要把中共这个邪恶的体制跟中国老百姓、跟中国的历史啊、跟中国的文明啊进行严格的这个区分。嗯，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国际社会知道啊，这个中共是祸害中国老百姓，也是祸害全球的一个罪恶的一个根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委员会今后会采取更加积极的一些措施来针对中共。来围堵中共，遏制中共，那这个并不是针对中国老百姓，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它实际上非常清晰，而且给中国老百姓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息，中国老百姓应该自己起来反对这个政权。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更多的热点话题就下期节目时间再会了，再见。